百合对肺部很好。粥，补行粥，要打糊给他吃。你看，好了，这么漂亮。要打糊了，没糊不行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要弄给你喝嘞。去年十二月往生前最后身影，陈才爷爷104岁，生命没空过。我60几年退伍，出来马上的建设头，建了77年。他有没有保管给那个进贤？他都把他捐给上了，那他自己也省吃俭用。那我因为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我很感动，那我就是边一直边捡啊，一直边掉泪。今天就捐给师傅去救人，对，是吗？对，好的。921大地震圆了救人心愿，12岁只身来到台湾，没有亲人，爱却很饱满。帮你到国际去救苦难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感恩你。所以他就是除了荣民之家的工作人员之外，都是我们花莲慈院的团队志工在做他的家人的角色，在陪伴他。每一段话都是镜头背后的触动，带台记者触角也伸向国际。慈济之爱持续浇灌约旦的叙利亚难民，贴身记录有了反思。当我们去采访，拿着麦克风或是摄影机去记录的时候，其实如果累了，还是可以松松筋骨、伸伸懒腰。可是志工们好几个小时直挺挺的站着，那个堪忍跟无私的付出，是让我这此行当中很深刻的事情。我这世人什么拢无欠，干那欠人情债，我不知道吼要还。几生几世啦，做师傅想要做的，一切要完美，总是要完美，只是为着师傅。真的，这种人情债吼，说叫做结友情啊。人文使命，师徒传心，心心念念为社会清流做砥柱。戴新闻肖志杰、徐英豪，台北报道。今天国内的焦点话题来看到黑鹰直升机坠机意外带走8位英勇国军。